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今天接着我们的拳皇雷尔风云在前2007版的实况比赛解说。这场比赛来自于战天城和修真诀，舒服的玩法限定一个龙儿，其他两个角色随机选出。两大巨头再次碰撞，来看能碰出什么样的火花来。开场战天城就选出了限定的这个龙儿，龙儿的疯狂技能被大家也非常了解，在拳皇里面都是屈指可数的。现在他开始了一波 BC 接超杀，超杀哦，这个超杀可以让对手只剩下一点血了吧。好，一点血，看修身拳最后一个夏尔米该如何变身，变身之后看他会不会使得赌命的招式。哎，要不要赌一把？嗯，他真赌了一把，龙二还想向前冲啊，结果直接中了，看能不能劈到龙二吧，祝他好运。好吧，这正常操作啊，完全是正常操作。接着看修身拳下一个角色，来看他的龙二，两个龙二开始互怼模式。嗯， BC 开了啊，咦，对手 BC 也开了，双方都喜欢这种强开 BC 来打压制啊，因为这种强开 BC 打压制那特别的爽。有一个坏处就是对手一个闪身的话呢，你可就惨了，一般情况下高手对局都是不敢强制打压制的。好，现在震天城又抓到一个超杀的机会，喂，小春拳还只剩下一点点血啊，来看这一点血，哇，又中一招，这一个压制太强，因为是安全身位的一个压制啊，安全压。第三个回合修身拳的温妮莎，这是修身拳最后一个角色了，轻手两点蛇鞭开启，开启了蛇鞭 BC 之后没有向前冲，而是断掉了，看他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战天城，哎， CD 把他压过去，温妮莎他也开始了追击，追击，其实温妮莎他需要近身追击才可以打出伤害来，来看他能不能追到龙二。温妮莎几个闪身将龙二撂倒，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回合。下一个回合看战天城的大门来了，好，大门起身跳 D 压住，跳 C 压住，哎，不料被登一手飞碟单智山，哎，对手突然 BC 了啊！看大门起身之后，对手又开始循环快拳了，大门也要接 BC 啊，萧春拳应该是见不到战天城第三个人了。啊，真一点血的温妮莎起身之后他还想近身，哎呦，哇，蓝之山被躲，好，闪到背后一个追了，坠毙了，很犀利的温妮莎用的一波火救济，但是中间还是断了，大门能不能给他一招。嗯，闪闪蓝地狱极乐落跑不掉了吧，还是超杀这一波。你不是喜欢贴身吗？大门比你更喜欢贴身。好的，战天城拿下第一分，我们继续看第二局。第二局修真拳，看这一局能随机到谁。其实随机的这个人物也是蛮重要的，因为每个角色的属性并不相同，而且强度也不相同。开场战天城就是红丸，拳脚非常强劲，哎，修真拳开场就打了一套，现在开 BC 修真拳他也是急了啊，第一场你给我留面子，这一场也不要，我也不会给你留面子。咦，哎，哎，转红丸残血想翻盘，看到能不能翻盘啊，跳底，哎，转落踢，转落踢，但是对手肯定不会给他一个下轻的机会，这个下轻脚的机会太难找了。下轻脚水诺马斯压住起身，哎，开 BC 了，红丸再来一个 BC， 哦，压一手，哎，这个转来转去啊有点意思，哦，转腿滑铲，转腿走一下雷光拳，漂亮，这个库拉还在不断转来转去，红丸呢开 BC 了，哎，转腿结束。双方来看下一个回合，这库拉还不简单，还挺不简单啊用的。其实跟战天城的草地精感觉比他还要这个强度还要高，不管是强度高不高，只要是主力啊用顺手了，嗯，不管你是开宝马还是开这个 QQ 啊，都是一个劲儿，哎，都可以开出很高的档来。嗯，冰一冰，好，可以，哦，哎，压住，现在看库拉转来转去，圣龙取消来了，这次战天城把草地精开出了宝马的感觉，嗯，带走。接着来到萧春拳下一个角色啊，来看萧春拳的龙二出手，哦，说说双段 BC 直接上大蛇体了啊，后面来看这个龙二嘞。一 BC 强开，中手天天腿不料中招了啊！
他是强压一下子，没想到萧春元用影子闪身了。毕竟这个版本的对气基本就是无限的，你想打压制很难很难，只能靠摸奖来打连招。接着看下一个回合，双方都是龙二，想用连招强制打压制呢是不可能的。这个版本对手一个能量闪身就把你给抓住了，咦，压一手，咦，再压一手，两个龙二跳来跳去啊，很欢，跳跳跳跳跳，好，不行了，萧春拳终于拿到了第一分。嘿，现在比分也拉平了啊，萧春拳的心理压力应该是缓解了一些。咱们接着看下一局，下一局的话，战天成随机掉了库拉比利。上一局的话，萧春拳是用库拉用的很溜，来看这局战天成用的溜不溜。开场他也选库拉首发对抗对面的克里斯，克里斯现在直接就杀过来了，转腿，哎，中了拳击手空运滑铲防住，库拉再来一个反身位，你看你千万不要强压呀，这一局就是吃了强压的亏，强制压制的亏呀。萧春拳只使用了一个能量闪身就把他给破掉了，就可以反过来打你一顿跑。又变身，哎，变身，哇，又没变起来，两次变身都没变起来啊，好可怜的萧春拳。这局本边是不断在挣扎也没有用。接着看萧春拳的赛斯，哎，赛斯这是什么动作，转腿走一波，赛斯他来了，非常强劲的一个压制啊，打压制了开始，嗯，哎，哎呦，反身位没有用，不要急，现在好，现在拼的是毅力高手对决，而且是拼的速度，都有所失误，可见节奏都有点乱，不要急，咱们找一找节奏。嗯，中招了，最后要不要跟隐藏呢？直接跟大招，萧春拳一点血，哎，萧春拳，哦，隐藏，肯定是想要隐藏了，反面直接套了一下带走。接着看下一个回合，好皮的一个赛斯啊，下一个回合看战天成的龙二出手，哎，龙二直接后撤跟一手 CD， 赛斯还想再踩一脚，龙二抓了一下啊，非常漂亮。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回合，这个龙二够劲儿。第四个回合双方都是龙二，嗯，反身位先投一下子，现在开始了，重拳摸脚压一手，两点射边开 BC 踢杀过去接鞭子，哎，空中鞭子没有接住，跳抓大招在，萧春拳也是性情中人了，把这个龙二用得很犀利，起身又一个勾腿不妨开 BC 带走，很快速的一个连环压制，这种压制可以让对手喘不过气来。接着来看战天成的比例显示，哎，比例稳住，现在需要稳住才是最重要的。龙二呢，龙二防的也非常棒，主要是防下盘防的很棒啊，因为零二的这个下盘攻击太重要了，一个轻腿开 BC 就这么溜，哦，转棍子，战天成还是抓住机会了，感觉萧春拳已经没有了这一局，好，穿天猴，哎，穿天猴接一个风火轮呢，很刺激的一发风火轮，拿下了第二分。好，咱们接着看下一场，看这一场萧春拳能不能把比分推平啊，依然限定龙二，看他们随机到了谁。开场萧春拳用七甲射，这个七甲射也有两种模式可以切换，在这个版本里面，开场想这个伸舌头，我这个伸舌头其实是骗对手攻击，你只要一出招那你就上当了，看到没有，哦，骗他一下，然后萧春拳用骗，用这个技巧躲过了这个骗，又骗了对手一套，骗中骗可谓是。当然萧春拳的血量不容乐观，这点血量真的感觉是不行了，有点，嗯，哎，蛇鞭变身，变身过去要不要抓一手，没有抓住，也是他想抓一个岩浆拳我觉得，但龙二做的个防御做得非常棒。第二个回合双方都是龙二，哎，哎，重拳摸脚，完了，战天成完了，这局一把刀子踢杀跳过来继续踢杀，哦，一边，嗯，怎么都打出一边呢，不是说应该五连鞭的吗，现在看战天成也血量不多了，感觉萧春拳对这个连鞭还没有练好啊，闪电鞭的话，
接着看战天成下一个角色啊，龙二，大门对大门，哦，跳入，哦，哎，看一个小跳躲过了地狱节奏，然后一个又开始这种循环操作了啊，踢杀刀子，踢杀刀子，踢杀大招，嗯，已经掉血很多了，战天成即将跪了，哎，战天成不料被扫了个下盘啊，起身没有防下盘。接着看战天成下一个角色，战天成的玛丽出手，嗯，直接骗。后面看玛丽也慌了啊，没想到萧春的这局变得这么猛。哎，龙二比他的还要刚，打压制，打压制。咦，好，骗过来，能不能再重拳摸个 BC？ 现在需要一个机会啊，萧春拳，近身，近身，嗯，防住。看龙二要不要再次近身嘞？咦，好，摸奖，跳入 BC 开了。哦，轻拳摸 BC， 哦，跳入隐藏空，龙二又一波足，一点点的血量了，战天成。哦，不行了，还是没有稳住啊，没有稳到最后。接着看最后一局，巅峰之战的一局啊，这一局即将决出胜负，因为抢三嘛，双方已经把比分推到了2-2。感觉战天成和萧春拳每次都能打第五局啊，打抢三，技术太接近了。好的，开场战天成用龙二对抗对面的草剃星，感觉没有谁比战天成更了解草剃星了。现在战天成的就开始打了一套，刀子踢杀接超杀，哇，一阵狂摔呀，看着都疼。对这个草剃星进行揉虐，草剃星起身之后，他也进行一个摔，前线中路点 BC。哦，空血了，现在萧春拳，难道说萧春拳要空血翻盘？看到有，哦，一波中端又打中，感觉可以空血翻盘呢。哦，这种空血模式机会不是很多，啊，还真让萧春拳给秀到了空血翻盘。接着看战天成下一个角色啊，战天成的卢卡，他们两个一到空血，感觉就会显得非常激情，比之前还要猛，猛烈10倍的样子。卢卡尔一个帝王压杀，直接搬运而死。现在看萧春拳的龙二，嗯，卢卡尔，哎，想打逆向，不料战天成啊，不料萧春拳呀，正在下盘等着他。龙二也进行了一个跳起连两边三边，哎，他想使用五连鞭，没想到失误了。萧春拳的五连鞭不知道何时才能练成啊，嗯，炸，超杀搬运，后面接入，哎，摸 BC， 滚珠。卢卡尔的，哦，又中招了，又是一波蛇鞭起手带走。接着来看战天成最后一个不知火舞吧，双方最后一个都是不知火舞呀。看战天成最后一局怎么打，不好打呀，因为萧春拳本来就是一个硬角色，硬插手。拨一下轻脚 BC 点一个滑铲，轻脚接超闪走，没有了，直接打到了第五局的第五场，看就这么刺激。两个不知火舞继续刚一刚，嗯，压住，压住，头，漂亮，哎，逆向在哪里？现在看萧春拳打逆向，哎，不料被抓了，压住起身，战天成开始了，一波取消循环，取消循环，取消循环，超必杀子，大家来波关注，每天更新精彩的视频。